是最近在拼多多新入手的宝藏美食之白象拌面，现在拼多多零食福利季大力补贴国产美食，用1元就可以抢到整箱，各种口味都有，经典火鸡面、小龙虾、咸蛋黄等等，一套一半，3分钟就可以搞定。出行旅游露营带一个可太方便了。火鸡面暄软筋道，咸甜咸鲜麻辣过瘾，还有独特咸蛋黄口味，蛋香浓郁，咸香可口。这么多白象拌面，搁超市里可能要60-70，但是在拼多多有机会1元就可以抢到。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框框，或者评论区顶置链接试一试吧。